全球代言人肖战。接下来，让我们来欢迎战战，欢迎战战。Hello，Hello， 战战。Hello， 你好。好，先和各位打声招呼吧。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 Eve 品牌全球代言人肖战。那战战今天的穿搭也非常清爽，好像把我们的椰子汁这样自然清新的感觉穿到了身上，浓浓的夏日气息扑面而来。那今天战战来到我们现场，感觉怎么样？来到现场呢，就感觉是到了海边的这种饮品铺子，是啊，而且这里还有椰树和巨型的大椰子，看上去非常的清爽清凉。没错，就像战战说的，今天呢，我们的现场有一种自然夏日的感觉，像是一下子穿越到了海边，而且置身于这样的环境当中，也可以让人在炎炎夏日感受到一丝凉爽和惬意。嗯，没错。啊，那我们就坐下来好好聊，好不好？好，战战请坐。那刚刚我们提到了夏天的内容，那战战，你到了夏天会想什么期待或者做什么？夏天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还挺害怕夏天的，是怕热，因为我很容易流汗，所以呢，一般休息的时候呢，还是比较喜欢待在家里，然后在家里，稍稍的运动一下，所以其实夏天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说出门很容易这个出汗，然后又容易这个很热的感觉啊，尤其是比如说在片场当中拍摄的话会更热吧？是，再加上我们有一些戏服会比较厚，是，所以会更加的热，没错。那夏天到了，天气越来越热，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战战来分享一些有没有避暑的小 tips， 分享一下。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多喝水。我觉得夏天呢出汗比较多，所以身体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那另外的话，就多吃水果跟蔬菜。补充水分，补充营养，这样的话也能够预防中暑啊，没错，对不对啊？大家赶快学起来，这些是我们分享到的一些这个避暑的小 tips。对，这样也可以让我们去抵抗炎热，享受到美好的夏天。当然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喝我们的 Eve 来缓解燥热。是的，今天上两千我也喝了啊，瞬间清爽无比。那一款健康爽口的冰饮，能够让我们在炎炎夏日当中享受到清爽和凉意。就比如我们的Eve椰子汁，这是一款夏天必不可少的健康饮品，而且这一次我们还推出了全新的口味，叫做芒果糯米味，融合了泰国的椰子汁和芒果的香甜。稍后我们一起来尝一尝，好不好？那除了有我们刚刚分享到的全新口味芒果糯米味之外，战战要考一下，知不知道我们Eve椰子汁还有其他什么口味？还有巧克力味和原味。哎，没错，果然难不倒我们战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战战一起开启我们今天的互动游戏。那我们一起来完成一个和Eve椰子汁三种口味相关的游戏。好不好？没问题。好嘞，那我们就开始，请我们工作人员上一下道具，开启我们的火眼。好的，在我们身边呢就是游戏道具了啊。那我们先来听一下游戏规则。首先在桌子上这边呢有一个骰子，这个上面呢有我们的三种椰子汁口味原料。那还有在我们身旁可以看到，在整个题板当中有我们的罐身，有它的口味优点，还有它的原材料。没错，所以接下来这个挑战就是我来随机投骰子，然后我们来看赚到什么样的口味。那战战就需要用我们的模型来框出模型相应的口味。所以是这个模型吗？没错，有三种啊，这还是有点难度的，对不对？是而且全部都是随机的，我这边赚到什么我也不知道。确实是，好不好？有没有信心？当然有信心，难不到我。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实践出真知，好不好？可以啊，来吧，开始，好不好？第一个，哎呦哦，一上来芒果糯米饭新口味啊，是芒果糯米口味糯米饭。找一下芒果糯米，这边它哎，对对，哦，有了。哎这样，哎，可以这样很聪明吧。好，那我现在框出来的就是芒果糯米味的椰子汁，非常的健康。哎，很厉害啊，这个很快速的找到了我们的第一组。但还有芒果糯米口味，还有一组看一看啊，可以换一个模型。是，那就是你看对吗？不对，好像这一排除了它以外就是成立的。我看见了，对，就是它。行，可以。芒果糯米味的Eve椰子汁，非常的丝滑，很丝滑，又丝滑又健康。所以怎么样？完成。OK， 好不好？第一个口味完成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会赚到什么口味呢？
哦，原味，原味，这个也是大家都非常爱喝的了。是，原味的话找一找原味的，感觉简单一点点，简单一点。哎，不对，等一下，这么倒是也是成立的了，好喝又健康。是是是，但没有框到它的瓶子，对，啊、嗯，瓶身。哎，这好像也算成立，竖排。哦，对对对，哎、那就是这样，可以，是这样，嗯，所以是。所以是原味的，原味的，很丝滑，哎，嗯，可以啊。还有一组，还有一组，还有一组，上难度了。还有一组，看一下啊，再找一找，先找过来。对，先找罐子，这里。嗯嗯，其实这一排刚刚我们用过了它，其实如果把它跳过，是不是也成立？是。哦，想一想啊。对，非常棒。哎，可以啊。一府原味椰子汁，非常的丝滑，很丝滑。嗯，可以，可以，丝滑，非常丝滑。好，所以现在呢，我们的新口味芒果糯米口味的一府椰子汁，还有我们的原味的，全部都找到了。嗯，那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我们直接来，直接来吧。灯，嗯，巧克力，巧克力，看一看，看一看。好，看到，这么快，这里。哎，真的很厉害哎 ！If 巧克力椰子汁，好喝，好喝，嗯，真行，不愧是战战啊！这个我真的提前做了很久，在那边真的很难找。还有一组，最后一组，还有一组，嗯，让我看看，哦，找到，思路打开了，思路打开了，打开了，喝，嗯、哎呦 ，If 巧克力椰子汁，好喝，好喝，哎，又是好喝，又是好喝，又是好喝啊 ！OK， 真的很好喝，好真的很好喝，嗯，那我们就掌声恭喜战战。成功完成，真的是眼疾手快，火眼金睛。通过刚刚的游戏，我们不光为大家复盘了一府椰子汁不同的口味，还了解到了一府不光是口感顺滑、味道好这么简单，而且还非常健康。这是因为一府椰子汁是植物蛋白饮料，而且还是低糖、零反式脂肪酸添加的。嗯，没错，而且原料简单的话，喝起来也没有什么负担。没错，所以说夏天到了，大家呢可以把我们的健康冰饮带回去。刚刚呢我们战战玩的也非常开心，不如咱们这个乘胜追击一下，嗯、继续上难度，来下一个游戏。没问题，来吧。好，来，我们请工作人员上一下道具，我们开启下一个游戏环节。好的，通过刚刚的游戏呢，我相信不光是战战玩得非常开心，屏幕前的小伙伴也都 get 到了我们的一府椰子汁它的一些优点和特质，所以说我觉得接下来咱们得上难度了、嗯、寻常的游戏已经就控制不住战战了太厉害了、嗯、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借用这个机会来送一些祝福，没问题，好不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嗯，我们这个题板当中呢其实已经罗列了一些祝福，是 我们依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满满的祝福啊。是，第一个是一起一服一下吧，一服一下，嗯，第二个是不孕满意，负担减轻，嗯，第三个是椰香轻服，健康度夏，健康度夏，第四个是好运自来，福运常在，好事天天有，福气自然在，喝 if 幸福真的很容易，收收收，先把这些欧气全部都收到。是，感觉自己都变得很开心、很喜气了。对，说完这些祝福，就感觉已经祝福满满了。那接下来呢，咱们这个游戏就是在这样一个美好祝愿的前提之下，嗯，咱们用咱们的一副椰子汁，咱们来分别怎么样呢？随机滚到一些这个幸运的词条，然后就送给大家，就送给大家。那就是滚到哪一条就送哪一条吗？是，但是不能重复。哦，不能重复，不能重复。OK， 好不好？还是有点难度的。我觉得很简单，比如说我现在可以用意念、哎、然后告诉这个我们的原味椰子汁，我说你就给我停在第二个，去那边，哦，我试一下啊，第二个，哎呀，您瞅瞅您瞅瞅，哎呀，这个再来一次，海口夸得太大了，再来一次，没事，来第二个，第二个停在第二个、嗯、来啊，这个 也不错，这个也不错，好，不错不错，那我就送这个吧，好，那就祝屏幕前的大家，嗯，好运自来，福运常在。好运自来，福运常在，送给屏幕前的各位。第一个祝福已经送出去了，是收到了。第二个，第二个，我就不信了，就去那个，就第二个，就第二个，我就要福运满意。行，好来。哎哎，您瞅瞅，哎呀，太巧了，就是第二个，太巧了，太巧了。行，送好，那就继续送给大家。嗯，福运满意啊、负担减轻。好，福运满意、嗯，负担减轻。
好，那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想一想，想一想，那就最远的那一个吧。这个，好，来一起衣服一下，走你。没想到这是一个考验肺活力的游戏啊！嗨，哎哎，行行。行，可以可以，那就祝大家一起衣服一下吧。哎，一起衣服一下吧。那三个祝福全部做完了，但其实还有个小小的彩蛋。战战，你可以看一下，其实每一个祝福的第一个字，你要不要连起来读一下？衣服耶，好好喝。哎，它其实是一个藏头诗。是是是啊、嗯，我觉得你也来试一下，好好喝，好行，一年控制一下，好不好？你先说你要哪一个？那我要。健康度夏，好，没问题，好好来，场外因素，场外因素，不错，不错，不错，还好今天喝了咱们的一副椰子汁啊，有点体力在身上的。好，那你就把这个送给大家吧。那就替战战送大家啊，椰香轻拂，健康度夏，送给各位啊。那其实夏天到了，就是一个特别开心快乐的日子，没错。那今天呢，又战战送上了众多祝福，我们也希望呢，大家都可以收获到这些祝福，在未来日子当中，可以每天被好运包围，每一天都可以幸福满意。好的，那刚刚呢，我们一起和战战了解到了一副椰子汁新口味啊。然后呢，其实除了在夏天我们要吃冰饮之外，还有一些冰冰凉凉的夏日甜品。刚战战也说了，就是夏天很担心会热嘛，是对不对？咱们吃一些这些可口的解暑的冰品，就会让自己瞬间降温降下来。那战战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解暑甜品？甜品的话，我是觉得说，如果是低糖又低脂的话，当然是最好了。是，低糖又低脂。还要解暑，没错，能够满足这些特质的甜品真的还蛮少的。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了，我们会在现场和大家分享一些好吃、好玩，同时又健康的一些甜品。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控制热量的需求嘛，所以说如果有一款清凉又解暑，而且还可以低糖又健康的小甜水给到大家，真的可以让大家无负担的去消暑、去享受夏日。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战战，我们一起来制作几道适合夏天吃的甜品，哦，好不好？没问题。来，那我们接下来就移步至逸夫的海边饮品铺来挑战一下吧。好的，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制作原料的区域了、啊，咱们今天这个游戏也玩了，祝福也送了，所以说咱们这个清凉的甜品站吃吃喝喝了就要开始了啊，吃吃喝喝了。然后呢，前面都是一些夏天应季的食汁，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制作吧。所以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制作的夏日饮品的原材料。没错 ，OK，好，那我感觉很适合做一道水果捞。可以，那我就先。我就先来做一个水果捞吧，行，感觉很健康。好，水果捞，嗯哼，先第一步放点水果吧，放点水果，喜欢的水果，都来点吧。蓝莓，面前呢有一些蓝莓啊，还有这个树莓，树莓、啊、还有树莓，芒果，芒果，这也太慢了。没事，咱们今天就是健康溢满啊。而且一会儿呢，我会作为这个大家的互联网嘴替啊，这个品尝一下咱们这个现场在我们这个清凉铺子当中制作出的这个甜品感觉、哎。对，这个叫什么来着？叫木莲洞。对，木莲洞。木莲洞，增加一下口感。哇，很实在的一碗。是。不过一会儿我做那个更实在。然后最后再放一点，放一点西瓜。西瓜。点缀一下吧，先放这个树莓。战战有没有在夏天特别钟爱的水果？我吗？我比较喜欢，哎，树莓其实也不错。是，对，梅子、西瓜也不错。好嘞，然后来西瓜一两块，点缀一下就行了。
好的，其实屏幕前的各位在夏天也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制作。嗯，没错。好，接下来然后哎呦，忘放冰块了。没事，您现在家也行，放一点吧，放一点，意思一下，点缀一下，意思一下，意思一下。但随便这么一拿捏，但咱们看到这个造型感也是十足，审美非常在线啊。好， 好，那接下来最重要的一步，最重要的一步是当当当，注入灵魂，注入灵魂，注入灵魂，一定要注入灵魂。来，我们的原味的 beef 椰子汁，好香啊！交给，哎，真的就是开盖的这个瞬间就会迸发出夏天的味道啊！哇，椰子汁注入灵魂了，注入灵魂了，然后最后再小小的点缀一点点罗勒叶，罗勒叶，没错。哎呀。这家伙这造型完美了吧？完美，完美！这样给大家展示一下。OK， 嗯哼。所以这一款就是我们在这个今天的清凉铺子当中为大家制作出的第一款夏日清凉甜品、水果捞。我就替大家互联网嘴替一下，来试试，浅尝一下，尝尝我的手艺，尝尝，尝尝，尝尝。哎呦，光看一下造型，造型满分啊！第一个五颗星有了，第二个尝一下。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好吃，好吃，很夏天的感觉，而且其实，水果再加上椰子汁，它本来就很搭，就是感觉满口都是夏天，在嘴里面突然就爆开了，然后呢，加上冰块，然后呢，清清凉凉的，我觉得其实如果无论天气再热，有这样一碗下去，舒服，是自在，非常适合夏天，是的，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呢，如果在家里面的话，真的天气很炎热。想要降降温解解暑，可以用这些水果啊，新鲜的应季的水果，再加上衣服椰子汁来制作一下，真的很不错。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已经是满分了。那刚刚我说了，我这儿还准备做一个更顶饱的甜品，是咱们今天有个新口味，叫做芒果糯米味。芒果糯米味，咱们就现场制作一个芒果糯米饭啊！我看到有糯米饭，好不好？来，这个呢，先戴一下手套。这个其实我在刚刚的时候就有喝到这个新的口味，它神奇之处就在于你喝它的时候，你就有一种在吃芒果糯米饭的感觉，就是它有那个醇厚而且有扎实的感觉，就是喝到嘴里面还很浓郁的感觉，那首先第一步，当然这个糯米饭最重要的一步，先把饭放进去，好，我们先扣一下。好，来，需要勺子吗？好，我们来稍微把它从碗里。OK，OK，OK。哎，可以。第二步，加入芒果，然后呢，可以稍微点缀一下。好，放到这边。完了，我这个从颜值上就已经熟了。可以可以，我们还有灵魂，还有灵魂，还好还有灵魂，还有灵魂啊！再加点吧，咱们以量取胜啊！以量取胜，你看咱这个切着，哇，这颜值一下就回来了，一朵芒果花，咱放到这边啊！不管怎么样，咱们这个颜值不能输。好，放到这边，哎，怎么放上去还是很丑？灵魂还有灵魂，灵魂有灵魂，没事，有灵魂，还有灵魂啊！好嘞，可以，姑且是这样，大家现在看看，好像哎。普普通通，别着急，还有灵魂，别着急，灵魂来了，灵魂来，我们让战战注入灵魂，好，好不好？注入灵魂，注入灵魂，一下就活过来了，活过来了，看一下能不能拯救这一份芒果糯米饭。先闻一下，跟刚刚那个味儿果然不太一样，不一样啊、好，来了，来了，来了，哇，这一下灵魂就来了吗？哎呦，天哪！然后我得学个样，咱也加一点这个罗勒叶上去。罗勒叶，对，看一下是不是能瞬间，哎啊，一下就不一样了，有那味儿了，一下就不一样，一下就不一样了，非常有麦香。哎，是，可以可以可以啊，这个不一样的芒果糯米饭也做完了，我也浅尝一下，浅尝一下，这样因为我有话语权嘛，刚刚尝过了这个，浅尝一下。水果捞的，看到底是你做的好吃还是我做的好吃？那当然是战战做的好吃了啊！但是咱还是得尝一下啊，好，该走的流程得走一下，得尝一下。就是那个味儿，是芒果糯米的味道，非常的香甜。而且呢，再加上这个刚刚注入的灵魂，就是我们的衣服的全新口味，
整个搭配非常非常的绝啊。嗯，但是如果说一定要一较高低的话，我觉得还是湛湛的水果捞，个顶个。但我觉得这个两种风格嘛不一样，一种是比较顶饱的扎实的啊，一种是吃完这个比较扎实的芒果糯米饭之后呢，嗯，再来一点甜品，所以两个都可以要，都可以要 啊。这个成年人不做选择，两个都可以要啊。是，但是真的很好吃，很爱水果捞，没错，爱了啊！大家回去可以自己做起来。嗯，而且我发现新口味芒果糯米味一府椰子汁真的很给甜品加分，而且它还是低糖的，所以说吃甜品的负担更轻，哪怕在身材管理的朋友也可以适当去吃。没错，而且低糖真的是蛮好的，偶尔还可以解解馋，然后还一举两得，一举两得。那刚刚呢，我们使用了一府椰子汁制作了两款甜品。那接下来不光我们有甜品，我们还有咱们刚刚的灵魂啊，要不要咱们把灵魂请回来，当然要注入给自己灵魂。是的，来，那真的你想喝哪个口味？那就原味吧。原味，好，这边那我就来喝刚刚咱们使用的新口味。 OK， 好不好？好，芒果糯米味。来为夏天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哇，怎么样？很丝滑，是很健康，对，是很丝滑，很健康。我刚刚就感觉它嗖的一下就钻进了我的这个喉咙当中，没错啊，非常的顺滑。新口味芒果糯米味一府椰子汁，喝起来真的很像芒果糯米饭，椰子汁和芒果的甜香融合得很好，喝起来呢又香甜又清爽，感觉健康低负担，而且不含反式脂肪酸，很适合夏天来一罐，不管是消暑还是佐餐都很合适。我现在很好奇你这个味道，稍后我们这个安排一下，因为原味嘛，就是其实大家都喝过，它的奶味呢很浓郁，喝起来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它不会腻，很清爽，没错，而且口感最重要的是非常的顺滑。那我们今天其实在做这个夏日甜品的时候用到的就是我们的一府椰子汁，其实生活是需要有仪式感的。其实在做这些甜品的时候就会感觉很治愈，没错。那生活的仪式感我们可以来做甜品，那生活的新鲜感咱们就可以交给美味好喝的一府椰子汁。一府椰子汁作为植物蛋白饮料，即使是乳糖不耐受的伙伴也可以去放心品尝。太棒了，好嘞。那今天呢我们就把一府椰子汁甜品介绍给大家，好不好？大家回去呢都可以 DIY 一下，和我们分享你们是如何制作夏日清凉的甜品的。那品尝完我们的一府椰子汁新口味啊，同时我们也分享到了一些好玩的 DIY 的方法。那今天呢其实我们的活动也要接近尾声了，虽然说刚刚送上了那么多祝福，但我觉得在最后还是要送给屏幕前的各位更多更多的祝福好运。好，那我就祝大家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收获满满的祝福，清爽低负担的度过每一个有一府的夏天。好的，清爽低负担度过每一个有衣服的夏天，再次感谢湛湛。当然了，在这里我们也希望湛湛未来能够继续带给我们更多优秀的作品，我们和衣服一起携手同行，好不好？祝大家都可以拥有一个愉快的夏天。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就和大叔再见，好不好？ OK， 拜拜，谢谢各位，拜拜，再见。